屁孩。哎、欸，你他第一句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塞，就是有一种外国人唱腔。刚刚那个雅文是用手去带，他是用这，哎呦哎呦，肩膀来弄。第一句出来，我就觉得哇塞，马丹娜的那种感觉，厉害，很、欸、厉害，这厉害哈、哦，音很高、啊，他的声音就是外国的嗓音嘛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问题什么？高哦，这个高难度的，我的什么？西藏歌曲。这首歌叫你有接触过吗？青藏高原、啊、有青藏高原这一首歌曲是我就是十几岁的时候有听的一首歌曲、嗯、然后最近因为就有人在我比赛的那个节目唱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那今天的加分题应该也可以唱这首歌给大家听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加分题青藏高原。跳错了，我记得前面那个是这样的嘞。哎，鸡皮疙瘩都起来嘞、欸。那个转音是很难的、欸。对啊，转音蛮难的。哎，这一定要有实力的人唱得好。对啊，没实力的谁能唱得好？那眼睛闭起来，我都看到布达拉宫了。升天了。哇塞，羊驼，我都喝羊奶了，我的天。哇塞，哎，真的，那很有感觉的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你刚刚唱到那个最高潮底，那个跟那个有一首歌像《一只琵琶》啊，哦，王昭君啊，对对对，之类好，是不是王昭君？王昭君的最后一句，对对对，我的妈，也很像啊，王昭君。请问让你唱吗？我在讨论而已啊，你在加油，请问嘞？我是好不小心对嘛？这首歌好了，一只琵琶。哎，我觉得应该是没了吗？啊、唱下去。哎，阿武那些后悔，根本要继续唱。真的，还有职业病啊！听到 keyboard 老师弹什么就哦就会就来了。真的，哦对啊，哇，厉害厉害，真的不错，表现得很好，很棒。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奖评，艾老师，今天哇是拼了哎。嗯，在台湾挑战这个歌，你有听过他唱这个歌吗？没有啊，第一次。尤其这首歌的最厉害的精华就是刚刚最后一句。对，我不行。你再来一句，就这样。这首歌你这句只要唱不来就不用唱了。哦，他是原唱。对。啊，跟你一样啊。这是李娜，这是李娜。李娜。对对对对。他是原唱，哇，那你刚刚唱的跟他差不多哎，唱得很好，唱得很好哎，
哇，我刚以为是刚刚你唱那个红放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以为线录的，我们这边现在有这个功能哦，可以这样直接录哦。那我想听一下，我想听一下我开场的声音有没有点沙哑一下。不行啊，你以为什么录影带啊？我压短那个以前诸葛亮时代，哇，厉害。我真的第一次献给百分百，这歌讲清楚，不要这样讲，你不要这样讲，讲清楚，这样讲人家告我们怎么办？第一次唱歌，唱这首《青藏高原》献给最近很流行第一次，对啊，不要乱闹，到时候船票都来了，真的哦。雅文阿文呢？我觉得他的声音是我一直很羡慕的。谢幕，对，因为他谢幕，对，谢幕，哦，谢幕，我下台一鞠躬，谢幕，然后。我之前就在别的地方看过他唱哪里，东区还是没有，就是在以前在比他还没有在电视上比赛的时候啊，对，就在外面看过他比赛，觉得他现场的功力真的很吓人，厉害，对，我觉得刚刚好像仿佛那个音响是不是快破了，因为他可是他已经拿很远了，丹田啊，对啊，我真的觉得他好酷哦，他就是这样很厉害啊，厉害哦，好，来来满人，欸，你是台湾人吗？我不是，我是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，你也是马来西亚。对对对。哦，难怪他们的那个发音都比较准确，比较准确。其实他们很会唱歌，因为他们平常就会有在讲的嘛。对，然后平常都在讲的，我们在马来西亚都在讲。小小的，可是爆发力十足。小小的身体，但是很有冲劲的一个声音。你要讲清楚哦，哪里小小的？身材啊！你介意哪里的吗？你很介意吗？眼睛，哎，你刚刚有咳痰了。没有，我是说，好好好了。